想表现你这种平民的廉价友情吗？像你们这种寄生虫，懂什么叫友情？寄生虫。没错，你总是一副自以为是、很伟大的样子。他在学校搞什么 F4 成群结队，作恶多端。新玻璃的新套内容不但有看挑选角色上面那个彩姐的跟我讨论了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彩姐给我看到沈月，她就是漫画里头的山菜啊，比我还像山菜。因为其实在原版的漫画里面，山菜就是长她那个样子，发型也是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她更像是原著里面的山菜。